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在深圳最爱的摆烂大本营——汤奇水疗中心。整个水疗中心的装潢都是简约的日式风格。我这次和朋友是在抖音上面直接团购的优惠券，据说要比线下便宜不少。拿上手环，咱们就直冲女宾区。二楼的水吧，各种软饮和水果全部都是免费的。先来上一个零糖椰乳，这里还有来自秘鲁的青提和泰国山竹。主打一个口感清甜。拿上水果，直接到旁边的休息区躺平摆烂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凭手环还可以免费点上一杯芋泥奶茶或 YYDS。除了可以泡汤以外，他家还有很多可以放松的项目。隔壁的这个电玩区，各种电竞游戏、街机、KTV 应有尽有。到了下午4点钟，你还可以到3层领取免费的泰国香水椰青。5点钟再来和朋友们开个包间，打个麻将。穿过灯光走廊，来到岩砖汗蒸房，里面全部都是这个粗粗的喜马拉雅粉颜粒。暴汗之后呢，咱们再去吃个无限续杯的免费哈根达斯，体验一下冰火两重天。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家竟然还配备了这种前卫的大型 VR 游戏设备，坐上去感觉一秒穿越到了游乐园，大朋友小朋友都嗨到不行。玩累了就到餐厅点上一份地道的日式料理，结束这美好的一天。怎么样，你们算下来觉得在这样品质的水会玩上一天需要人均多少钱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。